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樱桃少女303的张一凡。刚刚设计有点遗憾，感觉后面刚找到点感觉就结束了。努力刻苦勤奋奖，因为他们就是其他人在训练的时候也很辛苦，然后每天都要去训练。给自己颁奖，谢谢参与奖。攀岩有点嘛，今天在后面等了挺久的，然后身上也冷了，就还是有点遗憾，不是最好的水平。遗憾。小时候参加过乒乓球比赛，是全校第三。会。嗨，别嘟囔了。自己点第一。第一。不要，嗨呀！要。最近一条朋友圈内容啊，方便方便，就是昨天晚上发的，是挖唧唧挖给我们准备的手幅。第三个，不要。哎，第三个，谢谢。嗨呀。嗨，最后一个要还是不要？要。模仿一个熟悉的朋友。嗨呀，刘谢明，但是他这个有点太好模仿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刘谢明。嗨呀，都玩烂的梗了，没意思。可以换一个新的。不要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。